东西用再来。好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先生，请问你几位啊？一位。今天是情人节啊。有规矩说情人节不能一个人上餐馆的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进。这边请。小姐，请问你几位啊？我找人的。啊，请进。小姐，对不起，这里我有人订了。啊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这里也有人订了。那，请问您几位啊？一位，一位。哦，你不介意搭台吧？啊，不介意。这边请。啊。请坐。正是亲友。哎，高丽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，啊，你是不是跟踪可培的啊？我问你，你家那个臭小子怎么会跟可培在一块啊？切，你问我问谁呀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